น้ำเขื่อนสองไม้สองไม้เรื่องมันไม่เองไม่เราใส่ได้ใส่ดีเลยนะคะคุณน้านะคะ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บ๊ายบาย我是给你出去买生日，不是母亲节礼物。精致小包包礼物，来来。开门的声音要小一点。是吧？我开门的声音要小一点。带1000去好了。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？人家出去就是为了要买文具。不要以为我是给你出去买生日，不是母亲节礼物。嗯，不是母亲节礼物。好吧，我女儿现在出去，她说她去买文具，我觉得她是给我准备母亲节礼物去了。带多少钱？我带1000。精致小包包里面，哇、哦，应该不肯超过1000吧？哦，蛋糕超过了1000块很多。真的？对啊。那完蛋了，糟糕了。所以是哪一家？对，今天母亲节嘛。哦，你是看到这个是不是？来，你现在老板，你自己挑。我觉得妈妈会选那个。没有酸的。这个。是你的钱吗？对，他的红包。你的零用钱吗？红包钱。哇，那你要跟妈妈说什么？对着他边讲，我不是妈妈。母亲节快乐！谢谢妹妹。来。是吧？我开门声要小一点啊，这样不要让他听到。然后想多一点，我们就吃完饭叫妈妈去洗碗，然后我们就摆到桌上就好了。然后等他去出来蜡烛，然后出来的时候，等他出来再擦蜡烛就好了。然后出来的时候假装刚从房间出来，再关灯，然后再讲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！过生日是不是？哇哦！